师傅，您找我。还一口一个师傅。在毛委员的队伍上，您是我指导员，又是我师傅，我这不给教官了吗？华成啊，县委会已经研究决定，找一个有利时期，以后天为中心发动一场农民暴动。这段时间，我们心里一定要把这根弦绷紧了。师傅。我有一个情况，我想跟您汇报一下。您看，大土豪黄贵家邀约陈天佑参加聚会，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聚会啊！您看，冯秃子先打陈天佑的黑枪，现在又送请柬，这两件事他绝对有关系。很有可能。看来我们在行动。 别人也没闲着。哎，3月4号，只有3天呢。师傅，天佑家有20几个人，基本上人手一把汉阳造。我觉得，如果咱们暴动，把天佑争取过来，那么对于咱的暴动是天大的好事儿。 你去见了陈天佑，他怎么个意思？我没见着他，他拒绝你了。不是，他说他病了，让什么眼泪啊，什么鼻涕啊，一大把，我就没见着。不会是个借口？ 师傅，您放心，明天一大早我就堵他们家门口去。刚刚秀才郎，期盼马，过连塘，连塘北，种韭菜。哎，大成啊，师傅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早来一会儿。
三年多没见了，是不是把我给忘了？就你，华成辉我都认识。那你昨天干嘛不见我？先扯闲天儿，还是先聊正事儿？闲天儿怎么扯？正事儿怎么聊？闲天儿坐着扯，正事儿直接说吧。那我就先说感谢的话吧，天佑。在你们家当了这么多年长工，我从来没跨过那道门槛，但是今天你让我跨过来了，谢谢。你现在不一样了，过去你是我们在长工的儿子，现在你是回来打土豪分田地的共产党。你想说的正事儿我知道，如果你想先拿我开刀，千万别不好意思。我认命。那既然我的底你都清楚了，我就什么废话都不说了。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我早就想明白了，过去我们陈家剥削佃农，现在穷人们想要革了我的命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有人劝我逃，我说我不跑。古人说得好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阎王爷要勾你的名字，就算你跑到天边也是没用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再者说，我不想年轻轻的就成了丧家之犬。你现在站在十字路口上，你自己不选吗？老话说得好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陈天佑听天由命。听天由命，你今天见我，你骗得了别人，你能骗得了你自己？今天是3月2号，离3月4号只有2天时间，是死是活你得自己选了。